新闻 MSN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。打扮成马来人，对，这个打扮呢也是我第一次尝试。那旁边的人笑翻了，因为都觉得我跟马来人长得很像，那他们站在一起呢就像同伴一样。那我特别问一下那个马来的女孩子，就那我在马来算不算是帅哥，她就是蛮给我面子的，就点头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还蛮开心的。舍拉马帕基地马呢顿打死，打吧，地马呢顿打死。啊，其实没有哎，我就是看那个剧本上面写的，然后就问，至少问清楚说，这到底怎么讲？真正的说法是怎么讲？但是其实我这个角色在里面是不太会讲的。所以说我就还是照着那个中文写的就这样念，对，例如说马干就是吃马，对不对？马干我就说马干这样子，或是苏嘎就是喜欢，我就说苏嘎，这样类似这样，或是沙龙就是沙龙，或是这个叫做什么忘记了，刚刚才教我叫做什么松口，对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我刚才学啊，对，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的都是很多的话，我就直接讲中文这样。舍拉马帕基地马呢等打死。今天来到这个海边呢，这场戏就是我很想当明星，然后顾名思义，我的名字就叫赵明星，然后在花样人间里面呢，一直很想红，所以说呢，我宁愿就是学马来话，然后学很多国不同的语言，然后去演不一样的国家的电影，就是牺牲奉献，就是为了就是要让自己变成明星。怎么了？他们临时要找几个能被踢被打的演员来给他们演出名。我可以，你看。我也常常回忆啊，就是拍这个戏，常常回忆以前，然后有一餐没一餐，然后，其实真的蛮辛苦的。对，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艺人，或是现在后起之秀，他们现在也在正经历着这个阶段。那我觉得不要放弃啊，因为只要你有梦想，绝对就是会翻身的。对，那赵明星也常说啊，周星驰也说过，就是如果你没有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？对，我觉得，就是继续努力。